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集的来我家逛 Mozilla Taiwan 办公室。现在我们这边是 Gary， 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Gary， 最近才 on board 的，对，我在 Mozilla Taiwan 是 Web Developer。Web Developer， 对 对, 对。那擅长什么东西？擅长哦，擅长就除了那个，除了聊天跟那个之外，差不多就是聊天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们最喜欢会聊天的人了。来，就一些基本的网页的技术啦，对啊。好，对 HTML 我还蛮有兴趣，所以才会来到 Mozilla。好，非常好。那我们以后也期待你可以去投稿别的研讨会。耶，投稿。对，加油。耶，也不是没做过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、那个 Tail Dev 嘛，对不对？出、啊、一点场我都知道、啊。然后来、yeah ，那我们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Mozilla 他们现在新的办公室目前进度吧。Okay, 来，我们现在马上就看到我们的玄关了。哇塞 ！Mozilla，Mozilla，、yeah! 哇，天哪！有一个可爱的 Firefox 的那个 logo， 对，这就是我们的玄关，但是。现在还非常杂乱。对，为什么？我们可以看到地上都还有在施工的痕迹。然后还有大家的鞋子啊。没错。对。那、我不管，我就是要穿鞋子进去。好。对，没错。了不起。马上进来就是我们的交易厅，以后我们就在这里会办一些活动啊。对。然后还有可以吃东西的地方。吧台，还有吃东西的地方。那在后面有我们大老板在后面角落办公，对，大老板，对，龚博士，龚博士，那这里以后就会有萤幕，然后还有 BOSS 的音响，哇 ，BOSS， 没错，就是会有一些活动在这边。听起来除了高级之外还是高级啊！想想多么精美的椅子，这还可以当积木玩哦。没错没错，你看还可以把它拔起来，对对。工作工作到一半觉得很累的时候，就还可以出来玩积木。哇塞，你看多么棒的工作环境！好，来下一个。然后还有非常多间的会议室。会议室。然后马上就要进到我们的工作区了。秘密基地。对。要先看一下超大会议室。好、啊，先看超大会议室好了。对，你看，马上就看到很多人在开会。而且 view 超好。对对对。他们开会的是开会装修的会，对，开装修的会，对。哇，好可怕啊！以后我们可能就常常用到。嗯哼。然后，你看一下壁虎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101的，我们一点都不羡慕你们呐、啊。对对对。对啊，101，我们不羡慕你们。你看，我们外面都有绿色。对。2001的跨年，我们就可以在这里了。哦、oh, ，对，哎、yeah! 欸，我没想到哎、欸，没错，对。哇，天哪，这个地方真的太好了，完全不可能会有人挡住。然后再来就是。我们的工作区啦。嗯哼。因为暂时人还没有那么多，所以是。对。空的。空的，也没有到全空啦。这边有。有。对，郑姐正在努力的打他的电脑。好。对对对。然后后面阿弟的同事也。阿弟的同事们已经开启会来了，你看多认真啊！对对对，哇塞，这是。Mozilla的前途 ，B2G。无比光亮啊！哇塞，你刚刚光看到外面的 view 就知道无比光亮。没错，来介绍一下阿迪们。好，介绍一下阿迪。阿迪，好，阿迪一号，阿迪二号，阿迪三号，阿迪四号，没关系，我们后面都会慢慢的为大家介绍。尤其这位 Vincent， 他呢就会成为我们下一次 Token B2G 的主角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哦、对，没错，他就是下一集的，因为坎如推荐他，对。非常重要，避难器具。避难器具，好，大家都不要。是一定要有的。逃跑的时候，不是，逃跑之前，发现还有救的话，就可以过来这边消防一下。对对对，没错、嗯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未来可能会放一个莫纳鲁道的头像，不是，最好是、啊。然后就像这间办公室太夸张了，这一间就很明显呐、啊，对啊，是谁会在这里面，对不对？很明显呐、啊，对啊。我们家老板是清华大学，不过是对岸的，对，对岸的清华大学。然后他的 view 也是不用说啦，对啊，他甚至在办公室里面就可以欣赏烟火，哇！但没有很想要过来这边当 CEO 啊，对，这个我们现在没有开这个缺哦，对。对好，那钥匙拔走就可以当，对，好，那我们。这样就差不多把办公室给走了一趟啦。那 Gary 有没有什么感想要跟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说？你还有十秒钟。还有十秒钟。对，那就是新年快乐。
对，万事如意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跟观众朋友说拜拜吧，拜拜，拜拜。